这个番茄没有水分。弹幕好像卡住了。你们要不要看小红帽的衣服？我刚才想换的，然后忘了。这个弹幕太卡了，都看不见。
塞牙的时候，你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香草味，特别的好闻。谢谢 ARUCA 的飞机送福。我去换个小想要去换一个衣服，这个很丑吗？真的就不要了。那就不要了。就这个。这是个帽子。马都梅，马都梅，马都梅，睫毛忘记挂。
斗鱼过年偷懒，放寒假的时候，贡献榜不知道为什么冒出来一个叫贵族的东西。点开一看，里面有很多杀马特的昵称，妥妥的角色扮演，中西结合，皇帝和国王混搭在一起。但是看到权限这么厉害，感觉还是挺值得一玩的，特别是这个连麦功能，省了我登 QQ 嘛，用别的软件。你们想听听哪一个功能呢？嗯，首先是骑士，名字起得很不错，公主的骑士嘛，会有定制礼物、颜值连麦、开播通知和特殊欢迎子爵功能，也是一样的。伯爵功能加了特殊弹幕头像和分区喇叭功能，公爵俗称公公，拥有超管级别的隐身技能，再也不怕去尴尬的直播间。开播时呢，开通了呢，就会有全站广播。国王功能，它会有超管1v1的服务，从此超管就是你的小弟，24小时专属处理，还可以帮你开超管号带节奏。皇帝功能，可以做主推荐主播上位哦，变成斗鱼官方推荐。进房间隐身低调，无法被房管禁言，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那个人还是超管助手。这个弹幕是不是有问题？我都看不到。1分钟，2分钟跳一跳。对啊，对啊，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。